海港一三年不是看过热的世界，又存一只半龙的义工躺在多天，还有某个事情对其有意义的。不过要对三国太王齐穆真来讲，他不止无怨天怨地，顶多还那勇敢行家的人生路，开创其光明又传奇的一生。对人客家音乐来讲，齐穆真的 TV 不是多讲，还那重要的是其在台湾彩地文化的角色也少不得的。为啥？也做弦嘞？哦，讲到三国，一听到有点种乐器啊，要乐器怎样来呢？唔知。不过呢，那天阿同来搭呗，一个地方有得会吵，一个地方迄新埔的移民庙，今比挨唔咪来拜呀，一日咪移民也上啦，基本嘢。今比挨有一间请当重要的人物，我来请。木正贤，卖羊的木正贤，呀，除了青埔，除了移民没有有名之外呢，齐木正老师啊，没请有名，有看爱吗？你有没听伊话呗？伊除了当我唱山歌之外，伊很多都当精彩的故事，安尼慢慢的就了解。在新埔移民庙上的两件算命馆，一般人来算命是看到两块扛棒，但个写的齐木真。唔知两位算命先生就是国宝太师齐木真。对世几年，齐木真因为出名来发高烧，变到木珠全看唔到。有片的义工全聋的，就剩下半聋的左耳，开创齐木真一生的音乐世界。齐木真在客家音乐的 TV， 唔系样板型老，也个音乐提升到艺术的 TV， 系佢将按客家传统的音乐变到另外一种新的风格，无人可比得来。呀，木正贤呢，伊除了当我爱弦呢，唱山歌，还有精通各种乐器之外呢，当然，也个专业的，也下头个做人的专业，有看到无？做俩算命的吼，比如我了解伊算命个过程呢，安尼人一路先了解一下吼，我来做，我来比算一下命，吼，安尼来。木正贤，喂，来哟、哦，来，好，来，数多点，大伯。今年几多岁？今年咯，系啊。你还是做秀吗？你啊，做秀啊，哦，冇把个名都发到眼衰毛嘅。美国衰毛，个秀唔错，差唔多，但系长子啲衰毛衰嚟。系啊。看秀相，好光好快，光快啊！哦，好，好，好，光快冇休息哦，光好啊，唔是短期啊，吓，咁样安排出嚟。哦。其实齐木真给前面有准无准，唔系真重要。重要嘅系，佢对呢条来算命嘅人客，真尊重，做事也一点嘅就唔会马虎啊。拜访嘅第一年，俺就认识两位同样系木主看唔到嘅尸体阿房师。
记得穷下天，一位太师学算命，也穷下做功夫，穷同经历当多冒险的故事。听讲梁山头摆穷下好家，又穷下去做西南部做生意咩？哦，搿是父母出了以后，从个十三岁以后，搿到十五岁、十五六岁搿落去穷下是最。最初也都南庄啦，上班啦，飘分啦。因为你南部落雨双边嘅嘅段时间，咪等于系水乡下咩？哦，三四沙水乡下哦，嗰下，乡下是乡下水哦。哦，反正大家搬，大家做搬哦，嘛他从头到从头上不管，拿出来调调出来。有人有人带点下衣咩？冇，冇啊。是四四沙啊，木木木啦。木啦，错个。一样的戏咯，哎，靠唔到一样下。错火车下雨啊！我介拄安太少，系啊，跟住叫唔知咧，就扑落去。系啊，扑落去。乜嘢扑落去？啊，乜嘢？哎，咁冇讲。特三万扑定先扑过。咁扑落去啊，咁地波都唔生样讲，用风扇咯。佢讲哎哦，叫先生，你娘夫啊，我非常娘，冇介生娘，介生冇娘。嗯，哎，你阿老婆有手指啊，同埋音符爱几条音，好爱哦。哎呀，冇音咪杀啊！佢立咗个音果埋住啊，啊，我左一个买银音符啊，用喺头两个前途盾房车度点讲啊，用埋啲银做落嚟。佢冇有个门前啊，佢官又冇钱，见大哭嘅啦，佢都推落个脚度啦。所以讲啊，讲到脚位，讲到汗水、荷包水，我不懂呀。唐代记得强强松松。讲过去神奇的故事，就像那些骗人发生的事情一样诶。不过，爱当了解，一种小众、带泪、痴傲嘲讽的人生学问，实在本人亲身说，本人亲唔判断。也也是记得乐观的处事态度。头摆喺梁山，实在讲感情是挺好哦。嗯。以南为首，俺穷下去哦。嗯嗯。从南浦因为穷下去，这这边啊生意又差不多又死过，转来安尼啦。喺南浦了呀，也做也有做生意。做生意啦。哦。根本没了哦。没了哦。头摆佮最初飞起，实在吼。满朝时应该如穷下去，穷下去而是去特别大家去一间丽莎呢，一间丽莎啊，太平洋丽莎，就冇房间咯，冇房间咯，哎呀，奇怪又冇房间咯，结果些门进场地讲，伊特别在地板搞放佛经啦，面上来烧香佛像冇啊，你唔肯大，一百几块钱啦，是叫我冇房间咯，冇房间咯，光景又乜嘢呢？放佛经讲点下去，判下去，烧了面上，自家就天差来拍吧，咁我就看唔到要拍到几对咯，专门拍到自家，但面上冇拍到，我拍到自家，系啊，穷衰，钱不挣，天资聪明。学习的能力又特别强，算命也无学一旧，记住学坏的。请教授的钱穆真，你现呢一拿到书房，就做出调皮的样诶。本来爱上的音乐，等佮一爱出来，就变到一支支神样的音符。我想也就是钱穆真的魔力啊。来升高级嘛，将跳来将伊学算命，升高级嘛，高到十六岁将伊学，没十六岁哈，十六岁是好，十六岁好，十六岁出事，你年纪八十后，你到七年还是出事的，是自家的智商啊在用劲，开始个木船大作。
青木镇的音乐风格清特殊，虽然是来自民间传承传统的乡土音乐，不过其表现的方式又不会像一般民间语言的模变化，更多是请上网学习配着出腔的音乐优点。故说这个音乐不只有按客家传统的精神浓郁，韩国还有传统客家音乐独有的态势和变化，这种特点才将留按客家音乐发展出另外一条新的路。你知道我刚才听哦，我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听老师拉的啦，我没有听到第二个人拉出那种感觉出来，那种技巧跟功那个功法，真给了哈。哎，摸尾啦，摸尾啊，摸尾，黑毛。好像没有，现在还没有像他这样的功法。哦。其他的学生啊，没有像他的功法了。哦。我敢讲一击了。那你之前有没有教过像？他有基础的人，有经验，有一些基础是很多了。这个拉的功法跟我一模一样啊，是很小找很快找了，找没有，很快找，不容易找到啊，很容易找，很难找，很难找。学出去的东西啊，也是蒙挑蒙挑的娘娘了，然后像这样的功法就很少了。哦，这都是我们都是一个小节一个小节抠。这一排，哎，老师这个功法跟上一段不一样，赶快抄。那你之前什么时候来过嘛？上过。还是我们是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来？二月，对，二月底。完全是贴吗？还是？就是之前有练过老师的，也是就是我老师有采谱，就也不是采谱，就是老师有来采风过啦。就是那时候是学桃花开加十八谱，因为老师他自己把那两首曲子混合成一首曲子。我看你以后就不用再看谱了啦，对啊，因为熟悉以后啊，熟悉以后你的变化就不一样了，对啊，可以学到老师的那种精髓，哦，然后加上你自己的变化跟个性啊，对。在表演的过程中，我发现青木镇俩名改名。其对以前的熟识程度，就算有木做的人，也每天比其他清楚。其调音的功力啊，比挨了只音乐人也爱佩服。我自己开始拿，老师。好。快乐的闲的上中，我也对佢越来越有兴趣，故说决定听听佢转去落去看看啊。行到乡下的路上，风吹过来香香的青草味，俺一群人就按样轻轻松松行在落伏的路上。来呀、啊，来看一下来，叫把那工程接下来，拖鞋马接下来，跟把福联书啊，把万国书，用颜书，用颜书，一条，一条，哎呦。虽然松木生命，青木镇从小对这世界的一切就当有兴趣。在落伏的附近呢，还路过一条牛眼树，其设施是为了一扎一扎条的，其实按样就那个爬上去。看这个表情，
那也感觉到这童年的歌王慢慢的一出一出把面珠照出来的。哎呀，跳白跳白冇人太松啦，跳白也真松。啊，收过咩红咩有五十年以上啊？富良树还未切啊，凤凰木还未上啊。六十年。哎呀，有有有有有。哎，哪里麻烦？啊，哪里麻烦？你也麻烦哈，但有钱人啊。有钱人，哎呀，有钱人，我带你嘛咯。有钱人的太太啊。有钱人啊，有钱人啊。啊，那现在收回来，莫去买，去去。嗯。你去，你打牌不玩去吗？还叫没到啊？啊，还叫没到。买碟啦，还唔讲？你讲。跟头发，跟仓库食堂表演开省啊，都碟啊，人家讲。也还记得啦。人家太岁全部我就罢过啊。一些时的隔壁邻舍，也还要动多些嘞。不过，齐木生的记性实在当好，好多无法讲。一谈到上述底下卖人，就算一生也无谈到的。哎呀，哎呀，你没了，哈哈哈哈哈！啊，好了，等下再穿过，又搞，个锦萝卜啦，锦爱大萝卜啦。好了，俺抬脚，俺抬脚路过。这些跳的啊，跳白眼香兰园台跳着，我台跳，一棒七棒七的，好壮观。韩国几条俗诗又变样的行的，读多几条唔敌慢热的叫，慢慢的落伏的米丝越来越全了。不过落伏多紧也变脱，就这个矮房子。齐木生老师小时候在这个地方，你黑楼店没有？哦。这拜木，哎哎哎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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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岸翻没？就岸上岸翻，上岸翻的呀。哦。多点哈。哎呀。哦。准备帮工上班。今天我丢下来了。跳跳跳下来啊！哎呀，走！哎呀，俺会讲话的多。阿舅，今天去比安河啊？好听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天白晒，阿舅今天去比安河啊？天白了嘛？就天白。哦哦。哦，俺做江西湾留的哦。出山飞石头路的齐木镇。离开故乡到江宁街坊迎接老人算命，在二十两岁到四十三岁之间，伢团热的，喺钱木镇请艰苦请才高的歌唱。今日再过转来老地方，钱木镇两公婆面对这事也心酸，又亲唔甘。上车个行，哦，几件啦？今哪两时的福嘅？哪两时系咧？二十两岁系咯。二十两岁，对对对。七十五年啦，妈妈。哦，七十五年，阿哥来家做海钓。哈哈哈！你福嘅，你太近咧。啊，太近。三多个，三千两个。啊，三七，三七。来来来，行过来。三七去平安福。哦，佮拆睇。哎呀，哎呀，亚健啊，好，哦，文山路啊，哎呀，哦，名，锁头锁啊，不路线啊，隔壁都个四五多落来哦，哎，你看锁在呢，哎呀，隔锁在那个铁丝布，哈哈，对吧？好，我带上就二十两岁带，也六岁啦，二十两岁带到一道噻。大概都四十三岁，四十三岁是够够表扬的。二十两年了哦，这么个办掉了。哦，该该将如何发展？穷人的一天出来讲嘛，基本无法度生存啦。哦。要该自己移民到该变大感觉嘛。嗯嗯。行来停过去，行该到学医生啊，是吧？是么来讲？是经常买算命嘛，我买啊，伊有关系的，个有学过，名少个经常学啊，我几位某少位来卜卦，
但他讲跟伊妹妹一只张先生算唔起，甲大家都动心的时间，个常常算拢无食饭，拢无食酒啊，用家己食起就较拄好。其实我只讲个恩温嘛噻，中间遐高台头那么讲讲个食起香菇饭，伊妹妹个香菇饭，还食起书记也甜吧，也是满到香菇饭。我讲香菇饭食满了，我讲我前前先生上我去个头算命做定无。伊讲伊迄楼上天铺变过来无，我唔去啦，我目睭无看到搭八电动，动间动辛苦啦，又唔爱骑车，又唔爱物个啊，我人介绍，我人载，我人物个，我当麻烦的，人人都会死，日都会死。哦，就拜托你。对啦，上早的人我去上过来看啦，看要拜奶啊，是爱用高音的，啊高音甲咩动静讲，个命里的东西唔知穿得多好些无吼。我没想讲，哎，我只看阿去东东人食汤加三锅，唔去看到几人，汤都是来，给他名收上三百，收给收上三百，收上一百，给太监们来捧场。所以我记得，安夜来种较好锅啊。嘿，迄落个是一号啦。哦。一号锅啊。一号锅，一千多两哈。一千多两哈。日子虽然过得很艰苦，不过有按正规的音乐天分，也是命运的安排。这个应该跟10年前是差不多有的，啊，63嘛，哈，50控制是有绝对音感的，30人还能相对音感，啊。该喊你相对应该，相对应该是讲，你对方一个当上个叫第一上个，还是招牙第一，招牙啷当个哈，啊，到40岁上去哦，开始有绝对应该咯，唔是伢天咯，也唔是伢麦个就相对，那讲麦个调，还是不大上去啊，还显得是不做得好好，有种人咩啊，只要打麦个调，叫比比去火啊，你们家买钢琴啊，当上比去啊，一样低啊，还唔是啊？那光麻将啊，是不大好了，不踢，那踢啊也都踢啊，无所以你自家去照天咯。哎，命运虽然开钱不真，一个太万寿，我寂寞失志，见到优雅的音乐，为人生开一扇太门，参加音乐的世界度。私有赐差正一个币，不过把这一帮币捏混乱的人间之后呢，沉默中的内心出现千多的无奈和老无助。请不准请好老人分享他对音乐度的快乐热情，不过像安阳的热情从他会本有心人来利用，利用请不准不去保护出家的乐师，怪片其实乐师唱片也在唱片收入也很好，不过请不准得不到该当得的钱，甚至跟请不准两公婆的生活变得当困难，
也是在秦牧镇参一部最想的表演及亲爱的音乐。驾驶露台的阿凤做啊吼，佮大天拍伊分对方啊，因为佮老佮头家当厨师嘛。嗯。伊讲阿样做创人做唔得咯，齐木军当初的人创录像带啊，了伊反转录像带，创人统一上个大同天拍，老佮讲一声哦。亲手。是阿样伊讲天的啊，两点钟后飙两台海牙咯，人还没有平。嗯。也有西莫，也有西来，也有头家。跟木军哥，倘若你当不服的啊，不服啊，唔去讲啊，叫挨拍板就倒板啊，叫挨倒板是干做的人啊，好、哦，嗯，我娘个按当年十年前的事情，佮讲挨今日挨王某人买一台海牙，挨一再死一再尿挨吃酒呢，还不知天挨再吃木军呢。叫挨了嫌弃个社会，恼乱做头路唔得，没做得呢。所以讲还是欠死两仔，欠死。佮嫌挨讲个闲的，嘛个所有东西全部人来徛伊个金路小小特级啦。挨无一行了条路啦，啊，规心中挨命里啊。挨了后悔，改下无唐家花做，改唐家花做小小特啦，你阿爸行为一家。当有名的个算命先生的，其实无杂念的咩，多的还是像我个迄，嘿，无啊，哦，个二条个好彩无挨后悔哦，凭良心讲挨后悔讲，挨个下无糖加包。哦，好彩好彩。好彩先生用皆是无糖加嘅花，让乐器上脱。故事几年之后呢，秦牧镇再为继续为演客家音乐打拼下去。黄安家爸啦，王田啦，佮做主持人啦，佮做主持人，他来了了片所，看到排班长提讲，哈，秦牧镇原来伫了片所阵，这个算命为神啦，叫二十六年前，学书记啊。一切无消息，唔止讲私底下安全啦。我本咪去主持，是老街头人讲，佮评判的时间啦，嫌佮上去唱歌的啦。我想佮叫王安啦、阿爸啦、老朋友啦，何时不上去唱啊？很佮王安家爸讲，叫马佮安个国宝，吼，你啊将真真实实迄个客家佮个国宝。我徐老师创条平板，条三国志衰下来，佮唔敢让人占时间啦。叫徐老师忙一下，人家落三国忙创哦，你创落三国啊，我感通了木汁是要跌出来。吼、哦，是介啊，黄天夹个其实讲，你啊将迄个军事的国宝啊，哦，报媒媒体是全部停了来采访咯，满咯。每度爱保存秦牧镇的音乐，也有请到好心的音乐人，请热心邀请其去录制秦牧镇的专辑。来，特别安排时间去录音室，看见练习的情形。跳板黑少唔快，解让我去到唔满足，咩让我去到唔满足，还讲完咧，
光花草草塌塌啦，无说少人物个啦，敢要当艰苦啊？系啊，起艰苦，迄不听个呀，敢毋是讲个呀？哦，解啊通，解啊通，解啊训唔得，解啊训唔得，个最艰苦个啊！天气艰苦是讲，个我爸爸个花莫去烫去哦，你无出去个人，无个着我爸爸个花好烫，啊就唔会艰苦啊！你出去我袂错，解啥有少人物个，你啊啥有批人物个，解要足心足个地步做啊！阿爸从老人做，因为做了两年些，做脚唔拿钱呢，头摆没动作呢，动啊像喊热销，家己喊这个热销，唔是热销，你阿想下开头啊，伊耍做了唔拿钱，伊唔好啦，咩人唔好啊？比如伊小爱钱五条，也小爱就八条，伊喊摆了唔止就八条，唔止钱五条啦，人讲，伊要改掉了咩？无是差样个状态，无是自家使买东使落唔多中途无阿等啊？哎，你上当开始唔会艰苦，迄上无开啊，条件个算了不死，无拿到半仙钱，啊，我上会开啦，总讲我上会开吼。在录制的过程之中，俺不时会看到欣赏用老秦木镇停车等人给我施教的作山。记得吉言你是哪年的？俺也对记得当初样板人认识吉言，一同想要了解。叫那罗荣禅先生啊，我记起特别唔应该喺山谷望啊，佮老师带下山，伊要突击去唔应该了。还是要突击满天来唱山歌啊！还其实林安们是耶路七八个了，大将军啊！其实哦，有只乡亲来奉献哦，伊会唱哦，你也唔知转忙啊，很热来试驾哦。哦，我只假天嘛，我冇去上班，我是自助餐款的做。佮奉献啊，大天嘛，大同路恁很过来，我做。叫过来试驾，我摸一下，就讲去伢个外摸去，叫累啦，抽奖抢啊，啷出钱啊？我讲无爱啦，叫两只三哥王在等你呢。我妈个三哥王，叫齐木军先生啊，老吴兴个三哥王啊。哎呦，齐木军个咩阿爸个录音带个奖人哦，我稍微好奇，我们就看多是高兴咩？啊，徐老师讲，哟，暗度歌词啊，暗会唱。金地啊，啲空歌词啊，还是很熟悉咩？很天花都留本记，还本记又上来唔认得了，其实要打天花板啊。哦，了个几摆，其实是个，他本有可能做朋友嘛，我了下是朋友啊，叫唔系安样个朋友，其实佮无爱钱的无算命吼，其实帮从佮一家啦。是像个生人的，个志向做得讲，我像个生人的，还容易难的。我讲，你也是朋友啊，叫唔咩人的朋友。我你爱同事要样讲，三迄就上欠债是袂啦，迄无上欠债是无可能啦。秦木镇两公婆当初迄因为三国结缘，也对现代人来讲。很难想象，没想到新长阳当初会谈起某种穷下生活，除了感情之外，还有新长阳的某样，也是青春药的推素。哎，老徐老师，穷下大家阿某也注意了。哦，你这样是就我让阿某穷下生活啦。阿某讲妈妈。个叔叔当菜哥的，叫十八班的妇女啊，刚阿妹高中毕业啵，第四辈讲安尼话，叫个叔叔哦，一身的手艺啊，功夫哦，无人照顾，又要算命，爱现唱歌，哼哼歌啊，无人照顾，佮行唔出去啊，叫慢慢来做咩唔会办法，因为漂浮，要吃饭，要物个，到最尾唔会等一年，
叫老师叫叔叔又唔适合带台北啦，像伊迄个调的用来管的调拢的吼，甲同痛苦同艰苦啊，伊伫庄下做官的，啊，其实讲叫妈妈无是照顾个叔叔啦，应该唔会饿死，几乎几几系庄下咩有间破房子咩，有间旧屋个咩，叫吸水咩降水呐，一滴的天赋钱过去办。结果你差不多算危险，一人正在基班的人是唔会饿到啊！我好也好彩挨哦，快也快彩挨哦。啊，因为就就隔天嘞，系，很是搬砖来嘞。哦，佮搬砖来，嘛佮是忙。齐木镇西施浪社事件，张庆都一杀。愿意为其付出的心上人，齐木镇所有的生活太小事情，全部都是由心上人来打帮来照顾。我想一开始的心上人，也应该会有请不适应的时间。甲讲讲叫得动多，甲边讲佮脾气是无好啊。他脾气来，跟他将来不敢来上班，就连不敢来上班，是自家欠自家叫，自家伤心。看他叫就要强哦，广东我家脾气是莫叫出来啊。人家看到人家收视机，然后透过四十人生爱收视机的时节，该是张天哦，张一般他搞哦，他搞。阿想讲，哎呦，咁样个生啊，我姐哦，佢睇到生活好好，我二来养佢，啊照顾到安久天，唔是得皮就走，佮后果可能怕挡唔好啊，哎又唔敢问的，啊即软来软，你识唔？上次啲阿喺讲发脾气，我是木姐。我系照顾你二十年咧，唔是唔系二十年咧，你望下差唔多到啦。我讲如果发脾气以前要笑，系讲几多点点。老师还在吗？虽然老心上用讲法之中，谈得出夹个言谈，不过。有个暗有才华，又暗善良的老公，也应该本着千万里长错的。顺利农业哈，啊，顺利工作，好。韩国一家子的人生，冲出客家传统的新声音。新声音讲，齐木镇一出只有一只新烟，当想去做。他最希望去，该干嘛？草干呢？监狱啊？哦，监狱啊？哈。监狱。他要去创个本家的翻译堂啊。不安样啊？系。我他。伊个意思讲，我目睭看唔到，吼，我喊到窗前来学姑娘，吼，帮我新人读书结婚，做嘛一只好手好脚个人，你唔好好做人，又迟下来咯，吼，又失托个，又物计咯。我讲，你要创个客个地方有好多人，用我新人去谈唔是？哦，佮个总有几只行业，个行业几位？讲解比谈啊，创用客家三国创唔怕，讲解用国语来。系啊系啊系啊，佮当想诶一件事情是嗲点。我想用荧光去高发人心，也系天公本齐木镇一个人生的使命。
记录兼结束时，我发现秦牧正是一个乐观又好保气势的人。其深度上的讲的话，想讲又唔讲，我想这个心思，心上用应该清了解。这东西是唔讲人好啊，是讲人好唔多啊。所以讲啊，叫相信啊，两三妹要在讨论呢，多带两三命啊嘛个呀。搞一家学生，陆陆又出生的，讲起下个做得突出强的，哇，爱中意爱嘛个呀。其实想讲，大家是有土学生的表现啊，听大鼓啊，或者听矮弦啊。伊逐摆是伊一家啊，天人啊，按衰少。伊教诶学生最多半年，就是有法拄好拄出门。伊虽然讲整篇伊讲谈唔多，是靠个作品还剩半张伊讲了咯。半篇计只迄烂题是无像了讲，你啊整篇几只烂题谈唔多啊，我手术就做唔得糖尿病啊。其实有安人哦，其两对面矮弦啊打鼓，你低的样其实低，还其样呢，俩学生学其实录音录起啊。俺不头小木其生细弦，下课的其实细弦细哦，其实上个旁当的，虽然个细录音机很强的，你个听哦，等下做很上去哦，其所以再白白个录音机做录音机响，再开开的再听安，一点一读的个听啊。所以我就抓到學生不在家辛苦不在家的就是當痛本來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老師比學生的哈哈哈哈哈不是這個年貌沒想到高速當副的學生是吧不是說高速的高速的東西永遠傳永遠傳的要傳下去牧正贤传奇的一生呢，非常的精彩和丰富。虽然家个木主靠唔多，不过呢，也在心啊，你卖喊他清楚，喊他明，喊他自由，一心看清开。其用家个音乐，老人高兴，要不我有暗号的机会，老当强的记得认识木正贤。才发现到原来呢，安尼客家还有只暗冲一位宝贝啊，像对岸用的宝贝呢，安尼应该要来通下，啊老去尊亲，我来去照顾。哟，用天的啦，用天的啦，来哟。一支枪的算清茫茫人生路，梁启树这篇客家太小调，对秦牧正来讲，看不到的世界的纷纷乱乱，但是做得用心与老两只世界沟通，也是一种幸福啊。个世界物个色物个人样个，人家无去同世界去夹啊！你哋细细关嘞，物个色了唔知逢抢逢拍股全部唔知啊，个无相关啊，关嘞啦，中国人都关嘞。一条狗，送本木泉县。小心行路，地路不平。
人心飘飘，马不停。你命提灵，天灵灵，莫哭冬天，崩阴。君堂上上酒饮，山沟水口不相认，孤恶烟消露孤露清，香头满天飞云，听饮君堂上上酒饮，山沟水口不相认，孤恶烟消露孤露清，香头满天飞鸣。